肥棒够诚恳，香港人怀念至今。一个市民问佢会唔会去参观下环境恶劣嘅临时房屋区，佢又再一次趁机会展示佢亲民形象。If you've got a day off or can spare an afternoon, I'll go to a temporary housing area with you. 今日嘅特区官员，有边个曾经接受过市民咁热烈又发自内心嘅掌声呢？一系就引嚟一大批示威者踩场。提到广播处长插手编辑事务，呢个系一个毫无根据嘅指责。一系就发挥语言艺术，难怪 Miss Mo 都话以前嘅高官比较尊重市民同传媒啦。佢哋严肃好多噶，佢系啊，即使佢冇讲嘢俾你听，讲一大堆英文，仲要讲乜？讲咗等于冇讲，起码系严肃对待，系一样游花园。但系嗰、那个佢起码肯做姿态俾你睇。我嚴肅認真對待你件事。